说落来是报道台湾话的单元，咱坐定来看卖今日美雪老师要教咱什么趣味的台湾话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。今仔日的意思是多强，多强的意思是无迄个能力，硬咧表现出家己能力真好的型。咱来看例句，你这么多强，是会伤害到家己呢？过来是俗语，家己派金刀，替人看风水。金刀是块骨头的，家己要找无好风水，阁想要替别人找风水，敢毋是真奇怪？也就是咧讲，家己无本事，阁硬咧出头替别人处理代志，自身难保，阁想要保别人。